这搬我自己的椅子好了。那个马丁的椅子只有马丁可以坐得下去而已。超强。哎呀。来玩。哪里？先迪那里哦。赶快吃先迪。哎、欸，马丁借我过。来，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。你拿你的面就好。你叫马丁啊？对。没有，他叫我补。等一下补一下，过来这边。看，来喝一口，拿一个碗来吸喝。看有没有洗面奶。好，那你到底有什么东西啊？我还不会饿啊，你先试喝味道好了。你每次都那个、啊。给他们尝再试的。你叫我试哦，会准哦，你试的。他吃的比较淡，我吃的很淡哎、欸。我吃，我吃四个不用分享的。我这边也有哎、欸。看哦。OK， 还可以，行行。他说可以啊，他说可以。好好笑、喔。你们可以再吃啊，不然你试看看。你等好久，真的。对啊。所以其实犹豫。结果试看看。我试看看。给爸爸来试汤。对啊。试什么？汤汤啦。马丁切的莲藕汤。对。超级喜欢，超不是这样，吼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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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喜欢郭彦文，他三八，如何？哦，可以哦，如何？100分，好喝、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他说100分，可以啦，再口再试看看，我比较喜欢。不比较没有那么重口味，对，我觉得可以啊。不会，我所以刚刚好、啊，喝看看。看 OK 吗？莲藕汤，莲藕鸡汤。哎、欸，怎么有点像鸡汤？可以啊，我也觉得 OK。OK OK。好，我应该没有吃错吧？那是鸡汤吗？那我这个要加油了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煮？不会，但是我不会。你要不要姜丝？阿门达，开玩笑，有啊？有吗？有啊，好。谁给我带你问？我是上的部分啊。你干嘛？吃瓜当龙虾。妹，要不要我？赶快吃！赶快吃！我弄到了。好。根本弄不到。不可以的。舒服吗？我弄大人的碗。开心。超开心。我弄大人的碗。姐姐，你看我弄大人的碗。一定要做。一定要是狗。不想做狗。对，他大概就是比较大。啊？哪个？你爸那个是演这样子的。干嘛？干嘛一直偷拍我？对。我们要正大光明的拍。你先坐好，我要用。要不要帮你拍？不要。我们吃饱了。但是我很热，我吹不大。你现在不是吹的吧吗？那么大的电风扇在你旁边吹还吹不大。你好像，马丁只有一个女儿。对啊，你知道。哇，比较像。怎么了吧，马丁？没有啊，我在拍啊。我刚刚有喝一杯了。要嘞。我已经喝一杯在那里。什么？我们几点就开始喝了？你这么晚来才说喝一杯，你还敢好意思讲？豪哥跑走，所以他喝不下。对啊。好哥哥跑走了。喝饮料。姐姐。嗯。哪有了？姐姐叫陈满。哇 ，Amanda 开始要煮丝瓜蛤蜊了。